这首歌曲发自我心灵，歌声灌注了生命，抱出歌词用笔尖写尽世情，满载热诚想你共鸣。有你伴奏悠然哼着真音乐，音符悦耳动听，真的音乐空气中齐全中编织了我的心原声，都可以引起你和夜。真音乐主持香雪维、张碧然。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水浪几今朝。咁今日星期嘅真音乐咧，我哋就继续请嚟詹叔黄詹同我哋倾下偈嘅。咁上一集嘅真音乐咧，詹叔就同我哋讲过呢个广告创作同埋流行歌曲创作嘅关系嘅噃。咁流行曲其实系咪即系同广告嘅角度睇？就是咧，伸手入你个心度，抄你伤心事出嚟，系啊，啊，抄到你流晒眼泪，系啊，其实系咁叫成功，自己搵血写噶。有一次好笑啊，我哋录《沧海一声笑》嘅时候，我同阿 Sam 好朋友，又识咗好耐，即系康耀先后同学，大家住同一个宿舍，但系从来冇合作过，喺录音室未曾一齐试过录音嘅，系《沧海一声笑》系第一次，用国语都唔系，国语嗰阵时佢同阿卓闹紧交就唔肯唱，肯唱。到後來啊，在台灣很流行，你自己唱翻噶嘛？唱粵語版啊，揾啊林俐代佢唱，唔係有版本嚟自唱噶，有個版本，但係佢三個人噶嘛。哦 ，OK。個令狐沖嗰個戲裏面個版本係林俐唱嘅。嗰、okay, okay、次咧就喺度錄音，咁啊 Sam 錄音咧就好奇怪嘅習慣，佢係大明星嚟嘅 ，Polygram 嗰個 Dragon Studio 任佢用嘅，唔計時間嘅。我哋唔係啊，大佬啊，我哋入去錄音包人哋嘅五嚿水一個鐘，哇！急急腳硬翻出嚟啦，係咪啊？即係幾多個鐘冚唪唥計住喺個筆研究一下大佬先。佢又去錄音室叫送嚟食飯啊！咁樣激壞啊！七點鐘，阿 James 中意食咩啊？我話咩食咩啊？我哋嚟錄音啊嘛。佢七點鐘你唔食飯咩？嚇！你个录音室叫送嚟食饭，好规律嘅做人。佢系咁样嘅喎，咁啊叫送嚟食饭，咁啊大佬，咁啊喂，又唔使我俾钱嘅，咁咪好咯，咁啊叫送嚟食饭，咁就喺度食饭度倾偈。啊 ，James 有冇谂？谂好多嘢嘅。你啲歌点会流行啊？我真系冇谂过呢个问题。咁嗰日唔知点解懒有灵感咁啊，忽然之间谂咗一阵就话，我谂有真情实感嘅歌就流行。咁。求其應順啊 ，Sam 哥嘅啫嗰陣時，諗起翻去自己印證下，真係嗰啲歌有真情感嘅，唔知點解就會流行嘅。嗱，咁我哋寫咁多歌，冇理由隻隻都真情感嘅，嗰啲冇真情感嘅死梗嘅、真係嘅唔得啊！向住懷好奇怪，都真係奇怪到不得了。同埋越真情感啦，越容易寫，越快完成。係啊，又唔知點解會咁嘅。嗱，大家都用嗰啲字嘅啫，技巧喂。我哋寫到咁樣真係好熟啦，真係眯埋眼都寫出一兩隻好唔好一件事，點都寫得完㗎嘛俾你。點解嗰啲聽眾會聽咗你嘅歌，知道你嘅歌有真感覺？我真係唔明呢樣嘢，我揾極都揾唔出嚟。所以真係流行嗰啲歌呢，老老實實喺個心裏面滴血寫出嚟嘅，係真係有個藍。譬如好似頭先我講《舊夢不衰記》，《舊夢不衰記》天地良心，我係諗住娃娃寫嘅。是那天写到第七隻攰到不得了啦，唉，仲要交歌真係冇阴功啦，咁就写啦。阿绵绵送啦咯呢个水仙花，弹緊水仙花，因为嗰隻歌係我爸爸教我㗎，好細个我就学识呢隻歌，咁喺个烂琴嗰度弹呢句，唔要个绵绵绵送啦多多啦嗦啦嗦美美个啦嗦唔要个多字绵绵送啦啲啦嗦，咁咪唔使咁阴阴街啦，咁咦，旧梦乜咁就写落好快嗰只歌都系写啦。咁因为旧梦不衰记，旧梦有咩旧梦啊？我一世人咪得一个旧梦咯，就对唔住吓旧时嗰个糟糠之妻，系嘛？咁就谂起佢就写嘅，所以咩？他日与君躺又未了缘，始终都会海角风雨里。他日与君躺。
歌出咗世真係好曲折嘅，收埋 Ricky Fong 嘅櫃桶好耐嘅。係咩？我唔知道嗰邊嘅故仔，你講俾我聽啊！因為佢負責分歌出俾人，係。咁就後屘出咗個雷安娜，係雷安娜咧，原本就唔係歌手嚟嘅，即係都係嗰啲咁嘅走廊唱啦。係。咁余安安咧就原本就同關正傑唱咧，嗰只叫做人在裏頭耍女士，點解出現咗合作問題？余安安啊，系啦，咁就录起咗之后咧，都抽起咗，咁啊捉个雷安娜一唱落去，只歌红咗，咁就轻轻含含咪执鬼佬啲炒歌啦，炒咗咁好不衰记之后咧，诶俾咗佢，俾佢唱啦，即系人生啊，好奇怪，系咩？我唔知道咁样，我以为即系一初就揾到佢，唔系嘅，我谂佢自己都唔知道，知有个余安安呢边唱，先唱咗噶，后屘抽翻起晒，啊就系咁样噶，哦，但系只歌好红，真系好红。仲好笑啊！我咧就点解会交咗呢只歌俾 Ricky 咧？就好得意啊！冇钱交税，咁啊打电话 Polygram， 因为大客啊嘛。喂，冇钱交税啊，可唔可以预支十只歌嘅版税？俾你拣先八折。咁嗰阵时真系一年帮衬几十只噶嘛。咁佢话 OK， 咁得啦，俾你先啦，八折啊嘛。你有 first rejection， 你唔中意嘅咧，我攞翻翻嚟就卖俾大家。咁嘅，俾佢好特别处理噶咯，系啊，特别处理，系啊，即系我俾你拣先，你唔中意，我咪俾下我咯，系嘛，中意嘅你 keep 住先，咁啊，然后先计数，你俾咗十只歌，咁啊应付交税啊嘛，咁啊一刻交交咗，咁啊 Ricky 啊有啲啊 reject， 有啲啊攞咗，咁啊 keep 住咯吓，冯添之先生而家嘅 IFBI 嘅总干事，咁然后咧佢录咗唔知啊嘛，我正话喺日本翻嚟，喺嗰阵时吉德机场，即系仲有飞机降落。我坐的士玩完行李就翻工噶啦，我哋嗰阵时真系勤力嘅，落飞机喺个收音机度咁熟嘅，咁熟嘅呢只雷安娜，我以为系个沙滩小姐雷梦娜，哇！第一年就系林建明，第二年嗰个仲大过林建明嘅叫雷梦娜，翻到去睇下，我话系、哦、真系我嘅只歌，咁然后先至知道有个叫 Annabelle， 有雷安娜。原来咧都好身材，不过唔系话即系惊人到即系雷梦娜小姐咁紧要嘅，就咁。我完全唔识嘅啦，譬如话佢唱咗之后，卖咗成五十万，吓咁犀利啊！哇，卖五十万啊！而家成间唱片公司一年都唔知卖唔卖到五万只，好劲，五啊万只喎吓。所以当你嘅歌咧，唔单止制造到 sales， 仲制造到好多好嘅歌手。佢就因为呢只歌真系有真感情，唔知点解，即系有真感情，佢系得嘅。即系忘尽心声情嗰啲，我同阿严振堂就合作过呢只歌啫嘛，冇第二只啦。够佢又 OK， 系啊，一直就够。Only 就系呢 this one 吓，咁好好，咁啊佢唱真我都开心。呢只歌我又中意，阿辉都中意呢只歌噶。嗯，吓变咗即系你话有啲歌 hit 过佢嘅，但系呢只歌我哋大家都中意。我啲歌好长青，到今时今日，忘尽心声我真系中意嘅。阿辉个旋律又真系写得好，叶振堂又唱得好，叶振堂仲喺度喂，因为佢次次唱 live 咧，佢昨天种种梦，佢好似喊有啖痰咁喺度咁，即系喊又喊唔出。次次 live 佢个作字都系咁样，做到啊！佢作我学咗唔知几耐都学唔到啊！做即系播带咁啊嘛，系啦，好似播带咁啊！佢而家演出成日都唱呢只歌嘅，系啊，每次都有呢只歌啊，系啊，好啊，好啊。再有诗，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未记起从前明知。真音乐主持香雪伟、张碧妍，令我感受故乡诗篇，令我娇美翠湖含恨。詹叔啊，我想问问啦，譬如话你对嗰个乐坛咧，系即系其实唔使多讲，贡献做咗好多，但系我就知道你咧都收紧一个博士学位咧。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是还有做了总结。
听讲咧系系啦，咁可唔可以再讲下即系、就是、你喺个流行音乐学术上，你又即系做咗啲乜嘢咧？咁其实咧就嗰阵时我九七年报名读嘅，我好想读个博士噶啦，因为我学士之后，我八三年又读咗个硕士嘅，咁我不嬲都想读个博士嘅。初初揀過兩個題目，都唔係呢兩個題目。咁啊，後來就嚇嗰兩個題目都即係初初我自己中意嗰兩個題目，呢、這個都可以做嘅，因為我哋想覺得即係香港流行音樂都有個好輝煌嘅日子，係影響曬所有華人社會嘅。無論你係唔係粵語區域，無論你嘅政見、政治立場嗰、那個政治理念係乜嘢，都影響嘅。咁我覺得。就算你唔承認流行曲係正統文化，起碼喺普及文化嗰、那個領域咧，佢都係一個好有力量嘅一個文化嘅產品。而從來中國歷史咧，就文化嘅傳播咧，都係由北而南嘅，好少由南邊影響翻去北嘅。粵語流行曲算係其中一個好例外嘅例外。咁我覺得如果因為我又適逢其會。我入行有做，我一九六零就入行啦。一九六零之前，我都做过，即系我真真正正参与创作啊。一九六零啫，初初嘅时候嘅制作，我做 musician 拿住个口琴去，譬如梁海音先生好多只歌我都有份吹嘅，姚敏先生有啲制作有口琴嘅都系揾我嘅。我即系好细个十二三岁就已经赚呢啲咁嘅钱，咁我睇住。嗰、那個咪老實講係搓咗一嚿沙煲咁樣，同埋錄呢個唱片呢係用膠盤嘅，錄落個膠盤度嗰、那個就係冇嚟嘅，你哋聽都未聽過嗰種機器嘅，係嗰個沙煲咁大嘅咪，錄落個膠盤度，如果唱錯呢嗰、那個膠盤就即刻整爛頭，嗰、那個就係 master 嚟㗎啦。一剔啫，即系好似而家即系以前嘅 LP 咁样噶，似以前嗰啲七十八转透明嘅胶盘厚啲嘅，咁、佢就直接咧系画纹落个胶盘度，如果唱错咗歌就整烂，咁、然后唱啱咗啦，即刻就要封住嗰个胶盘，哇揾啲嘢咁封起佢，嗰、那个就系你个 master， 以后印碟就靠佢噶啦，咁然后 duplication 咧都喺个胶盘嗰度再做啲模出嚟嘅啫，咁咧就录音啊冇 channel 啊，梗系边度又话分轨啊。咁永遠呢我哋嗰啲細聲嘅樂器口琴呢就永遠企喺個歌聲隔離嘅。咁你膽細啲唔得㗎嘛，我哋好在嗰陣時細個膽正命平未識死㗎嘛，坐喺個歌聲度話知你係李香蘭啦，喺你隔離照吹㗎嘛。咁鼓呀嗰啲嘈呀喇叭嗰啲就永遠喺個錄音室尾嘅。最遠。咁嗰啲錄音室呢就設備差到不得了嘅。飛機過呀、大車過呀冚唪唥就要停㗎啦。咁啊，連 EMI 嗰陣時喺恩平道嗰度，即係呢個白沙道嗰個附近咧，嗰間咩新年之來所，個地牢嗰度有個錄音室嘅，個錄音室隔離咧有個水泵，一人哋一開水市要泵水咧就要停噶啦，真係差到咧，真係好笑啊！我嗰陣時已經喺度錄音噶啦，咁我知道又經歷咗咁多個階段，咁我就想話，即係將自己嗰啲嘢再參考嚇。收藏嗰啲資料又訪問咧，有好多趁好多個嚇嗰啲，喂姚莉姐姐嗰啲仲喺度仲健在，吳鵪鶉嗰啲，哇冚唪唥訪問曬，咁啊好似好奇嘅。我由九七嘅時候，我訪問咗好多個老人家，黃福玲啊，未死嘅時候已經開始即係有收佢啲資料。哈！到我訪問曬咧，佢陳剛喺上海出咗本上海嘅叫《上海老歌名典》啊，嗰本嘢譜又有，乜嘢有，嗰啲資料唔知幾好。犀利嘅！我自己嗰啲冚唪唥，佢喺上海收舊時嘅時候嗰啲資料，係咪梗係詳盡過你咧？佢有原地容易抄翻啊嘛，嗰啲夜總會啲相冚唪唥有。哇！我做咗三四年功夫，好辛苦。嗰啲全部冇佢咁好喎，咁咪好啦，唯有攞翻佢啲出嚟啦。咁一路做咧，就因為我身體有啲事啦，初初以為呢次都彎緊噶啦，咁啊變咗 extend 咗，又 extend 咗 ，extend 咗，終於都讀到而家。5月29號嗰日交咗個論文，我同你講，哇，真係險啊！搞到即係而家係等緊個 oral， 等緊個考試，如果通過咧。就應該冇問題。
你那個 thesis 從幾多年開始寫到？我是寫1949到1997的，是很得意，是由《義勇軍進行曲》在天安門廣場響起，到《義勇軍進行曲》在呢個香港的金紫荊廣場響起作結的，就啱啱係一個好奇怪，又好適逢其會。初初由冇乜香港人自己嘅聲音，到香港人自己嘅聲音開始有啲改變。譬如你96年嘅時候係最勁啦，租嚟你話出唔知幾多少錢糧，香港嗰陣係19億嘅，到1997已經跌到得翻6億幾啦，得翻1/3，而家更加死啦，而家得3億到，真係都好陰功。咁呢個好多好多原因咯。譬如你可以下載啊，係嘛？係又翻版啊，啲作品又改變咗啊，嗰啲歌聲嘅方式又改變咗，聽歌嘅人嘅方式又改變咗啊！而家揾隻眼嚟聽歌噶嘛，係嘛？咁啊，睇靚仔靚女，係咯，睇樣嘅啫。咁就我都嗰類文都寫咗115,000多字嘅，資料都算係 OK 嘅，雖然冇法子話真係好客觀嘅。我盡量客觀，主觀就點都有㗎啦，乜嘢文章都有主觀㗎啦，係咪？冇可能，除非你唔係主筆嘅啫，係咯，完全係純客觀就冇嘅。不過都盡量嘗試客觀啲咯。詹叔同我咁多人合作，譬如你欣赏嘅词人或者系作曲系边一个？我其实合作最好嘅就系阿辉哥啦，哥冇得讲啊！阿辉哥，我觉得佢摆喺边度，佢嘅成绩都骄人。你就算 Cole Porter， 你话呢个美国流行曲最威嗰个啦，佢系写咗好多只歌，3-4千作品。但系你话佢真真正正流行嘅，而家我哋大家都公认好听嘅，亦都系几十只嘅。阿辉哥一个人都写几十只啦，好即系好听嘅歌，你系听到你记得嘅，系有真系有40-50隻嘅。咁呢个量啊，写得咁好多咁多好嘅旋律，系唔容易嘅。同埋佢一身兼几职，佢又 arrange 埋，又做埋 band leader， 系一个好勤力同埋不停上进嘅人。阿辉哥系香港嘅作曲家之中。用電腦用得最先嘅幾位，佢一早已經用㗎啦，有電腦一有咗嗰啲咩 Atari 啊咩 Performer 嗰啲，佢已經用㗎啦。佢係好識用嘅，佢到而家都成日新式係啊，成日幾年代開始用啊佢。一有嗰啲 software， 佢就開始有玩電腦。阿輝哥係一個好 scientific、好有科學化嘅人嚟嘅。佢第一份工係喺個實驗室嗰度驗銅油㗎，係啊，佢係啊，驗銅油嘅成分係咩？係啊。咁呢個係合作得好好嘅，其他咧我人人都幾乎合作過噶，即係香港啲小田啊都合作過啦，雷銘亮嗰啲都各有各嘅不同，個個性格唔一樣，但係合作得最容易，即係我哋唔使講一句説話，佢俾個譜我就知嘅，就係得阿輝哥一個啦。咁寫詞人咧，我自己中意好多，我羨慕嘅，即係我剛我好中意嘅。卢国沾我都中意嘅，譬如你话即系我希望自己可以写得话喺河边偏偏选中我啊嗰啲咁嘅个词，真系冇得顶话，就已经变咗系香港人嘅口头禅嚟嘅，呢啲系好嘅。我话中意林振强嘅，又好中意啊黎彼得嘅，我觉得黎彼得系真真正正草根嘅呢条友，嗰啲草根咧你系学唔到嘅。嗰次我哋唔係寫過咩一個聖誕歌嘅，1989年出過叫香港聖誕嘅歌，我自己唱嘅，係有少少政治諷刺嘅。佢其中一句又逢過聖誕著紫色衫，我睇到拍案叫絕，我話我服咗黎彼得，因為你唔係喺新區住過咧，你冇嗰種感覺，你寫唔出嘅。佢係原來過時過節咧，先至夠膽著件紫色嘅恤衫去溝女。即係出嚟威嘅，你平時你打死佢，佢都唔會著件紫色衫嘅。咁我哋冇嗰種生活嘅感受，紫色衫咪紫色衫咯。咁有咩大件事啫？佢要過聖誕出嚟威去 party 啦，佢就著嗰件紫色衫。佢可能買咗翻嚟成大半年㗎啦，就等住聖誕。即係一過咗聖誕，過完聖誕，佢又收翻嗰件紫色衫，又收埋。
即係飲衫嚟嘅，逢過聖誕著紫色衫冇冇得頂啦，大佬。同埋佢係好善於觸摸呢啲草根階層嘅感覺，係啊，真係好嘢。佢同埋佢同阿 Sam 好得意噶，佢嘅狀佢又唔識佢喎，佢大家都識得一個酒家嘅老闆，佢係開車噶，所以佢初啲歌叫柴可夫啊，佢做司機。就嗰個老闆咁啊哈，阿 Sam 就識嗰個嘢嘅老闆，阿 Sam 佢成日去食飯。咁、那個老闆就話：喂，我識得一個揸車嘅靚仔，好中意寫歌詞喎，不如你兩個見一下啦。咁樣識噶，係喺尖沙咀唔知山林道一間咩餐廳咁樣識，咁然後同阿 Sam 傾過。太平館係咪？唔知啊，傾過咁就然後就話：得啦，好啊，你哋兩個啦，咁就咁樣開始嗰個合作，係真係妙啊！同埋黎比得好識煮餸啊！吓系啊，黎彼得嘅大厨嚟，佢做过揸个镬铲噶，可以煮几十人噶，系啊，好嘢噶，黎彼得呢个系妙人嚟噶，我好中意彼得噶，我好中，我觉得佢系一个好真性情，佢系一个 underrated， 即系香港人未人识知道黎彼得个价值，呢样系可惜嘅，呢个系佢运唔好，即系我哋咧就好命。观众啊，听众俾分俾得好松嘅，黎彼得咧佢守紧嘅，佢唔俾分。黎彼得话，黎彼得正系好值分嘅，应该佢真真正正系摸到呢个草根阶层嘅心。嗯，你俾我哋我小康之家嘅人系写唔出嗰种感觉嘅咧，系嘛？我知道白田村系点，因为我住喺对面嗰层洋楼望到，系咪啊？望到啊！你要住过喺嗰度，而有嗰个文才可以写得出嚟。彼得絕對有，我好服好服嘅。譬如你話鄭國光啊、盧國沾啲嘢咧，有時我都寫得出。黎彼得嗰啲我係寫唔出嘅，所以冇辦法。多數寫唔出，係多數寫唔出嘅。誰用雙手令我温暖？誰以真愛了我倦？咁我就我鍾意林振强，我係好鍾意林振强嘅嘢嘅。鬼才佢諗啲嘢我哋諗唔到嘅。佢係个好有创意嘅。我好鍾意佢。以前初出道呢，林敏聪我都鍾意嘅，周伦我鍾意嘅。听不到啲说话嗰啲係好嘅。后生嘅一辈呢，林夕唔使讲啦，夕爷梗係我鍾意啦。好锡佢嘅，成日有时批评系实在系玩嘅两兄弟，但系新嘅人，我觉得有两个唔错，一个殷建强，一个咧就系岑伟忠。岑伟忠佢专写嗰啲唔系多肯俾钱，即系出唔到钱嘅歌嘅，嗰啲话剧嘅插曲，话剧已经殷噶啦，写个插曲，先排嗰套黑妞白妞嘅，佢咧就中文根底好啦。岑伟忠中文根底好，佢系即系原曲啊，嗰啲好熟嘅。哦，真系有系有中文根底啊！佢教中文嘅添。哦，系旧时系教书嘅，咁就而家都好似仲有教书。佢就真系写得好，呢、這个系我觉得系比较少而家写词嘅有中文根底嘅。佢系中文根底好嘅，我觉得两个人都值得注意。希望佢撞到啲好嘅作曲嘅合作人。但系我一定要澄清一句，就是我自己其實是呢十零年都好少聽流歌，真係唔係好耐唔中撞到聽到嚇、啊。我就耐唔中即係半年咧，就專登揾一日播喺個電視啊，睇下 MTV 啊，或者係專登揾啲咩流行榜啊，咩流行曲知道下嗰年話究竟咩。但你話真係好似以前咁聽嘅，就真係冇。香港的流行乐坛，詹叔同无数嘅艺人合作过。咁喺芸芸嘅歌手当中，佢又最欣赏边一位呢？下个星期嘅真音乐，我哋继续请嚟詹叔黄詹。真音乐由香港电台、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联合制作。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可有记得？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
差。